不是不死身吗？他说收下了什么东西，他觉得错了。哦，得到了魔剑当 slave， 得到了贤者之心、铁人之心。啊，这是欧丁大人给我的东西，也许可以派上用场吧。那我要回去我的任务了。哇，攻击99光属性啊！哇哦哦哦！可是文化猜到有二连击耶。小的，我想再回家该再讲一次话了。战于你的胖子是吧？我知道，我看过很多战于你的作品。还听死者的声音，好，去听海哭的声音吧。那我去找女主角老爸。我说这游戏还有多久啊？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不会最后还要反攻魔王院吧？看这游戏不会要反攻魔王院吧？敢问怕这游戏真的最后要反攻魔王院？哎，那个苹果客人看起来很奇怪呢。我说可以去帮忙看他一下吗？啊，我总觉得好像还要反攻魔王院的感觉。看来这个害怕苹果客人发生什么事？什么？你的目标是大家目标是我可爱的苹果吗？哇！不给你，绝对不给你！我的一生就这样结束吗？不会的！干嘛？我们要抢你苹果？你还好吧，先生？你还好吗？没有，他没有，我要抢他苹果。苹果啊，出来吧！跳出纯洁的苹果。哎呀，苹果变出来，完了，它爆炸了，糟糕！爆炸很麻烦。哎，纯洁苹果不会爆炸哦。啊，那我猜错了。还敢爆炸啦！啊，爆炸！看这三小，这三小比战衣女还强的路人是安枕。该我决定以后再来处置你了，我先闪人再见。贝鲁多尼亚，贝鲁多尼亚城下镇，这是贝鲁多尼亚的城下镇啊！感觉人都坏掉了吧？哦，阿瑟鲁到底喜欢贝鲁迪哪里呢？那个电波女。哎，梁梁梁，素姑的小孩喜欢上了武器店的女儿呢。看这还有迷宫啊，哦，原来接到这里哦。我再去看一下那个楼下那家有没有事情。他妈这个死骗钱的干不买的东西假赛啊。
啊，还有什么？居然是这样子啊！你要不要成？我要成为瘟疫勇者的义父。喝醉了。他说：“你好，勇者啊！爸爸说啊啊，我可不可以也搭上勇者的马车呢？啊，哥哥是丽娜的，可是权益场防止的会扣扣东西啊。其实权益场防止还有另外一个，哎，恋人啊，为什么送我装饰品呢？啊，不要离开我的诅咒，恋爱是一种状态异常，还是前恋爱状态异常好？”他说：“我会用魔法轰的一声火焰。”老公真是个爱工作狂的，女儿都会用魔法了啊！她老公，她老公整天在玩玩那只稻草人吧？啊，都那个，看我这些我种的东西都漂亮的复活了，这都是我和卡卡西讲爱的结晶呢。卡卡西就是稻草人，那个稻草人啊。然后做的非常精巧的美少女稻草人，好像有使用过的痕迹。靠背哦，啊，这个里面充满了透明的液体，不知道是拿来干嘛的。好吧，我也不想深究。我们先进攻魔王院好了。稍微再玩一下下，看还有多太长的话，我就改天再说了。魔王院，它都在哪里来的？我忘了。好，这个门吧。这我不能懂哎，他刚说这里吗？哦，有视线的。李娜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辛苦你们看家了。啊，爸爸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丽娜说，来拜爸的房间吧。朋友们也一起吧。爸爸のお部屋に来るなら，啊，要带爸爸就调查这个石板吧，等你哟。咦哟咦哟，总算呢。哎，旅馆开了耶！哦，你们啊！哎呀，果然是丽娜大小姐呢。这据说发生一堆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哥哥帮了我们哦。是吗？是吗？啊，有朋友真好呢。随便您用吧。あのね、どうや、やどちゃんが、真是温柔呢。哦，丽娜也会来玩的。嗯，我是魔王城宿屋的ヤドルフ，来休息一下吧。来休息一下吧，之后恐怕有不可避免的战斗。嗯，我们好好休息吧。眠れないのか？睡不着吗？お兄ちゃん、哥哥。やっぱりお父さんに会えるのは不安だよね。果然见到爸爸很不安吧？要跟爸爸见面。哎，好可爱哦，头朝下，好像回力镖哦。でも、爸爸には聞きたいこともいっぱいあるから。但是有好多事想从爸爸那边听呢。今までリナのこと見てたのはパパだけだったの。之前呢，丽娜都一直只看过爸爸的事，也没有朋友呢。魔法の勉強をたくさんするとパパが初めてくれたの。也就努力学魔法啊，就是为了爸爸。魔法考试合格的时候，爸爸也很开心呢。じゃあ、リナはお父さんのために魔法になったのか？
那莉娜是为了爸爸才成为魔王的吗？でもどうしてパパがリナを魔王したいの考えとなかった？但是为什么爸爸要莉娜成为魔王呢？おに勇者を倒すだけだら、リナじゃなくてもパパやノクでも全然大丈夫なのに。明明啊，打倒勇者，就算不是莉娜，爸爸或哥哥的弟弟来都可以啊。跟哥哥们一起领行啊，渐渐越来越搞不懂了呢。だってお兄ちゃん優しいから，因为哥哥好温柔啊。不论是爸爸找爸爸的信、找卡片，还有在御手洗哥哥的店里，都帮了莉娜呢。魔王のリナはお兄ちゃんを殺すための存在。魔王莉娜是为了杀死哥哥的存在。我是这么想的，越这么想就越来越讨厌自己了呢。でもパパが望んでるのはきっと魔王のリナだから。但是爸爸所期望的一定是成为魔王的莉娜。もうリナは嫌わねじゃ。莉娜已经不要这样了。あ、嫌われてると思う。嫌われてないと思う。应该不讨厌吧？真的吗？爸爸你妈的，爸爸不会讨厌吗？リナが俺がいるし，リナ还有我在身边。那雏田也是，巨手洗也是。ありがとう、兄ちゃん。パパにもちゃんと聞きである，也给爸爸听吧。そうだね、それでいい。好了，睡吧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你妈，这游戏要多长啊！哎呦呦，那个谁出来了？那个骑士团啊，累了吧？那就是请休息吧。靠背全部都到齐了嘛？哎，骑士团，哎，废物啊！之前真的很抱歉呐、啊。啊，我听说这里有新的魔王了，果然魔王还是要交给勇者啊，请拯救这个国家吧。啊，跟团长一起拯救了商人呢，他这么说着。抱歉，这么多人，但是外面的怪物太强了，我们出不去。那个猫娘啊，她那咕噜咕噜什么啊？好像要什么绳子吗？一整晚在那边动来动去的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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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商人，哦，谢谢你，我逃出来了。你知道礼拜赏吗？啊，这个国家它的鳞片可以做防具哦，就这里嘛，哦，可以做出细乳。哦，这个鳞片我有啊，所以可以干嘛？啊，难道是那个吗？哦，嗯、好，有一个鳞片可以做一个啊，可以防属性。他爸的话就防黑暗属性吧。阿姨完成了，那颗细乳。鳞片有五个的话，就可以做出水火光暗四属性防御的拉鲁克拉。你为什么不早讲？干，我做完一个，你才跟我说可以五个鳞片可以做出救急盾，你老是卡好哎、欸。算了，先带上去了。哦，老商人。可以防止敌人的暴击。这里是最强的商品了，魔王的家畜好好吃。他不想出去工作。好了，看起来是最后魔王了，把他干爆吧！反正遇到这游戏的难度，我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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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了